第一个横切钩要写的小一点，下面这个横切钩写的要大一点，竖画要粗一点，要长，要向下垂直，点与撇画相连，顿一完之后向下，再向左，先直的，再弯的，由重到轻。下面这个笔画要写的稍微大一点，顿完之后向右上方斜行笔，提、按，然后向内，然后再向外勾上去。方向，注意方向，这两个点，笔断一连，也是向中间靠，这个高低要变化，这要垂直，可以粗一点。这个大一点，这个小一点，大小对比变化。